你待在这儿这么久，会的吗？我发现这儿的时候，就已经是一片荒烟蔓草了。是吗？那妖魔变得如此躁动，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？应该也是最近的事儿，上回还没有。 壮观吧？哎呀，可惜全都被人毁了，也不晓得是什么深仇大恨。这儿以前肯定是个了不得的地方。嘿嘿，如何？你们要进去绕绕吗？哈哈哈哈，跟我来，一起发财吧！ 怎么又给锁上了？哎呀，莫不是上次那个绿衣美人儿？咱们是来找墨者，不是找财宝的。要是看到简牍不国之类的东西，多留一些。好。哎，子轩，一起来吧。怎么？ 不行，已经断气了。唉，节哀。承蒙姑娘出手救我兄妹二人，在下聂阳太史昭，字子旭，不知姑娘如何称呼？我叫楚红，商山人士。商山？嗯。姑娘可是墨者？哦，你怎么知道？ 听闻商山大寨中有一群墨者，通晓机关之术，特来求教。原来你要找墨者啊，姑娘。
几次进山来偷东西的，就是你们吧？不，我们躺在地上那个，难道不是你们同伙？我们是来找墨者的，和他只是萍水相逢，恰巧同行，还想狡辩？阿兄说的是真的，我们是第一次来商山，那何浩说他熟门熟路，才一起上山的。我们只是来找人，没有要偷别人的东西。找人？这里。 早就没有人了。哼，念在你们是初犯，山门禁地，非请勿入，否则绝不轻饶。阿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们先把何兄埋了吧。 相识一场，也不好让他不识荒野。阿兄在烦恼什么？刚刚那位楚姑娘，我觉得她的模样挺熟悉的，肯定在哪见过。阿兄方才可都看呆了。不止模样熟悉，名字也是。红儿姓什么？ 姓楚吗？还是姓崔？红儿，走，我们去问问他。阿兄，他刚刚才说非请勿入，否则绝不轻饶。那是刚刚，既然认识，也就无妨了。走吧。 说过了，山门禁地。红儿，西音街的红儿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是谁？我是李昭，还记得吗？我们常在一起玩耍的。昭小子，不对，李昭早就死了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假冒他？我没死，阿父阿母冒死把我们送了出来。站住！我不相信你。 李昭13年前就死于火海了。我时常在东市迷路，绕得晕头转向，最后都是你带着我找到出路。你腰后的机关渊。 还是以前那只吗？记得小时候爬墙帮你捡过几次。你太夫最疼你，每天傍晚都来接你。他平时很有威严的一个老人家，跟你讲话的时候都是乐呵呵的。还有。 你送香儿的生辰贺礼，记得吗？你说要再做一个送我，更厉害的。还做数吗？是真的，真的是你。
这种时候遇见故人真好。只是你怎么会干起了无本生意？我们真是来寻找墨者的。啊？需要修理某种机关。嗯，我可以帮你看看，不过有件要紧事得先处理。啊？这些死士兵不是自然形成的，而是受一头大妖控制，但他一直躲在里头，很是狡猾，得除掉那头大妖，否则他们死后也不得安息。我帮你吧，一起。大妖凶残狡猾，说实话我也没有把握杀他，要是一个没弄好，怕是会把你也搭了进去。若是如此危险，那我更要和你一起了。我还指望你帮我修复机关呢，可不能让你一个人进去冒险。好吧，小心行事。好。你就是香儿吧？红儿姐姐好。紧张什么呢？从小就听红儿姐姐的故事，没想到有一天就遇到真人了。啊，香儿长得可真俊。我很普通的。小姐这么说。Oh!
红儿，你这些年都待在西域？六年前，太傅将我和几位师兄姐送去西域，也没说是为了什么。现在想想，或许太傅那时已有预感了吧。其他人都留在西域了吗？他们都死在半路了，只有我平安到了西域。啊，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Thank you.
这头大妖狡猾得很，恐怕不会轻易现身。尤为可恨的是，他能够操控尸体攻击我们，等到我们露出疲态之后再一举偷袭。大妖操纵的这些，他们都是你重要的人吧？是，都是我上墨的师长朋友，绝不容许他们偷袭。红姐姐，西域究竟是怎样的地方？西域漫天沙海，一望无际，让人觉得自身渺小。人们在寥寥无几的绿洲旁建起城市，沙漠能够栽植极为美味的瓜果，有壮丽的美景，却也时时刻刻潜藏危机，夺人性命。那西域和商山哪里比较美丽呢？是没办法比较的，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，各有美丽之处。我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乙地山，要是哪天能到西域去该有多好。仙儿要想周游列国的话，只要等到恢复了，自然没有问题。好呀，这可是你说的。
经过当年的变故，机关兵器应该都坏得差不多了。不过，大寨中或许还有一些堪用的弩炮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可以利用弩炮来对付大妖吗？不，他占据大寨已久，即便还有堪用的弩炮，恐怕也早已落入其手中。倒是要小心，他用弩炮攻击我们。
好了，接下来。天下地灵。大妖被杀死了。是啊，终于。张小子，你这身手可真了不起。红儿还是叫我子旭吧。好，多谢子旭，助我为师门报仇。红儿别多礼，我们既是旧识，遇到困难本就该互相帮助。我只是做我该做的。无论如何都成你的情，需要修复的机关给我看看吧。我去取来，稍等片刻。那好，我先收拾一番。我也来帮忙。谢谢你。天下 K。来的总是那么突然。黑火。一开始好几年一次。然后几个月一次。下一次又会是什么时候？我还能压制他多久？单凭我自己是没有办法消灭他的。最后这段日子里，我只能带着剑流浪。人呢？都出去了吗？谢谢。
太傅、师叔、师兄、师姐，愿你们魂归尘土，不再受到打扰。从西域回来的时候，看见大寨一片断垣残壁，上墨千人全数覆灭，竟只有我一人独活。魂归尘土，不再受到打扰。人死了以后，是不是就解脱了呢？不知道。不过，只要活着，就还有希望。那时我就发誓，定要找出凶手，为你们报仇。我必会肩负起墨学传承，不让他在我手中断绝。西域的葡萄酒殷红如血，是真正的甘脂琼浆。在长安，可是千金难求。太傅，莫怪我奢侈。以此祭奠，上香。可是，活着的人好像比死的更加难受。香儿，你好像很难受的样子。他们都是你所重视的人。所以我会继承他们的意志，好好的活下去。谢谢你，香儿。子胥，你说的机关在哪儿呢？有劳了。不会。如何？这种手法恐怕不是出自我们这一支的墨者。啊，这其中还有讲究？小时候在大寨看过，太傅有收藏一些古墨者的机关残骸，其中便有类似这样的结构。那有办法修吗？恐怕不行，我不清楚里头的结构，如果有类似的东西对照，应该就可以复原了。只是大寨这些年遭贼，古墨者的机关残骸也都不翼而飞了。是何浩？我记得他说他的宝贝都会卖到玉水。看他那反应，应该是卖给夏老丈了，或许可以问问。真的？那我们就到玉水去。走。哎，这样会不会太麻烦红儿了？子胥，你助我杀了大妖，与我师门有大恩，以后千万别再说这些见外的话了，好吗？好，多谢。我们走吧。Thank you.
若要去玉水，从这儿下山更快。从未想过，红儿你竟是墨者，真是深藏不露。墨者虽奔走于世，但自行贿赂，多半隐姓埋名。加上机关术的禁令，如今墨者大概都是以异者身份行走了。所以世上其实不仅珊珊墨家。是啊，墨者未必擒获，各自离散。后来发展出好几支的传承，商墨只是其一。呀！文殊将军很受玉水的百姓欢迎呢。如今世道混乱，能够保全百姓者，自然就是人心所向。你们见过？曾有数面之缘，和刘家两位将军一同击退了妖魔。不过，近来绿林军声势壮大，李军也开始追击他们了。小子，你们没死啊？托您的福，多谢老张了。哼，你小子知道就好。但有的人就没这么好运气了。何浩，他死在了圣山。哦。哎，死就死了，这什么年头，死个把人稀奇吗？要买什么快说。上回是看文殊将军的面子，此番不会再给你折价了。不知老丈可曾见过类似的物事？没有。何浩说他的东西可都卖给你了。胡说。那何浩所偷走的是我师门的收藏，还请老丈成全。你说是就是了，谁知道呢？这。不卖，你们走吧。不卖，那就是有了。有又如何？我说不卖就是不卖。若是不卖也无妨，只要借我观看研究一番即可。你想干什么？修好它。那好吧，只能看看。多谢。Thank you.
子虚，抱歉，这枚灵剑破损得更严重，没有办法修复。没事，辛苦你了。老丈，请问还有类似的灵剑吗？哟，原来真是个懂行的，看不出来呀。这种灵剑自然还有，那不但有，而且还很多，就只怕你们没能力去拿。这是何意？像何浩那样入山取宝，你们行吗？我们不做那不告而取的勾当。放心，都是无主之物。进山取宝，出山就这么简单。你说的倒是轻松，怎么不自己去拿？路上有妖魔，还有守御的机关，我这个人胆小怕死。这对你又有何好处？若你有多的机关零件卖我，我自有用处，如何？好，就去走一走吧，还请告知具体方位。先到鹿灵山碰头，到时候再跟你说。这若是先告诉了你，你取了宝就走，我找谁说理去？好吧，告辞。慢，如今鹿灵山瘟疫肆虐，情况严重，圣宫将军早已下令封山，你若要进去得想点办法。那你呢？我自有办法，只是带不了其他人。好，鹿灵山见。子虚，你有办法进鹿灵山？没办法，只好去找文殊了。山瘟疫可有缓和之势？圣公，文叔，别来无恙。啊，都好都好。子旭怎么有空来找我？我们从商山来此，途中遇上李军盘查，他们四处张榜通缉文叔博生，二位请务必小心。是吗？我等既已揭竿起义，通缉与否便无所谓了。就是不知我和博生的赏金谁要高些。多谢子虚相告。还有一事，想求文叔帮忙。哦，请说。我有急事需要进鹿灵山一趟，但是听闻此刻圣宫将军已下令封山，左右寻思想不到办法，只好舔着脸来求文叔帮忙。这倒好办，恰巧我亦有事得去面见圣宫，他驻扎于守平一地，子虚到了那儿，我替你引荐。多谢文叔。君子已有辅人，能得有如子虚，是我幸，自该倾力相助。方才来时听文叔谈及圣宫将军，似乎有些烦恼。真是见笑了，还给你们听见那些话。若我能为文叔分忧，也算是报答。便是些军务上的问题罢了，不足一提。此番亲去拜访，圣公定能理解，子虚不必挂心。我想起来了，香儿。啊，文殊将军给我的感觉很像咱们阿父。像阿父？嗯。当他说着
又不能后退的理由的时候，让我想起了阿父。阿父他是什么样的人呢？阿父啊，他平常温文儒雅，待人谦和，所有人都敬爱他。小时候，大家都说我像阿父呢。是吗？真想见见小时候的阿修呢。水吗？嗯，那吃点东西。哪儿不舒服？他整天不是吐就是拉，没力气。
我身上还备有一些药草，可以先分给这对兄妹。来，这些你先拿着吧。谢谢你们。眼眶深陷，全身脱水，手脚发干。这些村民的疫病再不处理，定成大患。子胥，你看。虽已有心理准备，不料疫情如此严重。这个数量，以我们的能力，怕是无法负荷。不如我们先找到文叔，要能见了圣公将军，再见机行事，请他协助。你说的对。赶紧走吧。这儿都面目全非了，你还能这么自在的下棋？真要遇上什么祸事，谁躲得掉呢？怎么样，来一盘吗？还请手下留情了。请。
兄台棋高一招，俺自叹不如。承让了，红兄可晓得其他棋手的消息？新爷一带估计没了，向北吧。昆阳的袁让，我曾与他切磋过几回，棋艺是好，就是人开朗了点。明白了，多谢红兄。